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我们要去杰克的山出任务，而且动作要快。我们的矿工奥提斯叔叔搭上了失控的矿车，我们必须在矿车撞毁前拦下车子救出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，我需要你跟你的铲雪车用铲雪车前方的钩爪把奥提斯救出来。小丽，矿车看起来会撞进奥提斯的小木屋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堆出一个土堆把矿车拦下来。他在那里，猪猪，钩爪小臂是汪汪队。接到你了，猪猪，接得好。可是拜托不要让小金跑掉了。小丽，准备好，矿车往你那里过去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莱德。老天保佑！小金，糟了，猪猪，金块又从山坡滚下去了。小金，他又回来了。要是再不走，会被压扁的。毛毛，你现在赶到山脚下的岸边。抓紧奥提斯叔叔！成功了，莱德。可是现在换海林一家有麻烦了，快点，毛毛！用你的水枪把海林前面的地面弄湿，用泥巴困住那个金块。知道了。我真是太感激汪汪队了，你们救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。你的大金块吗？不是，我的新朋友巴蒂跟他的海狸同伴。Can you match the pups with their badge? Here we go with another pup-tastic rescue.你看 ，look， 有很大的脚印，看起来像大象的脚。我听到了，他们往那边去了。这里的隆隆声真的好大。哦，是大象宝宝哎。哦，那是诺诺。可是这么小的大象，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。不行，小伦，快点离开那里！回来啊，诺诺，我们只想要帮你。不好了，莱德，诺诺往河边跑去了。水流的速度很快。小克，你能跳上竹筏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？ Of course， 当然可以了。一个钓具马上来，就到你了，小伦，让我把诺诺带回岸上吧。做得好，小克，没事了，诺诺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。啊，慢点，现在。Fun fact time. Marshall's dog breed is a Dalmatian, and Chase's dog breed is a German Shepherd. 我假装脚趾头断掉这一招还真是太高招了，你们以后啊就叫我韩天才市长。我要哪一个按钮啊？梅娜，马乔丽太太呼叫莱德。别担心，马乔丽太太，我们会救梅娜。阿奇，你到前面去，用你的网子拦住涵动车。网子。不要喷我，拜托！网子行不通哎，市长跟动物们往河边冲去了。宝宝们，跟我到河边汇合，我们还要去拯救动物。在河岸前方架起障碍物吧。
走臭鼬。梅娜，快点过来！这是什么按钮？接得好，诺玛救得好，开车开得好，梅娜。哇，太好了，又回到地上了。哦，开心跳舞，开心跳舞。哎呀，汉丁纳市长复原的真快呀。哎呦，莱德，狗狗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救回梅娜，还有救了汉丁纳市长。哎，谢谢汪汪队。不用客气。只要你遇到涵动车的问题，就大声呼救。It's time for Paw Patrol Trivia. How well do you know the pups and the world of Adventure Bay? Let's find out. First question, which member of Paw Patrol is a police officer? Rocky, Chase, Marshall, or Sky?It's Chase. Chase is a police officer. Yeehaw! 对了 ，Ahoy! 走开，乌鸦，走开！我是稻草人哦。上车喽！好酷的装扮，帅哦！好酷的蜘蛛装。哦，谢谢你呀、啊。是很酷的蜘蛛装，不给糖就捣蛋。爷爷，我们得打给汪汪队。莱德，有个小朋友穿着大蜘蛛装，把糖果都拿走了。我们马上去，没有太大的蜘蛛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点住手！你这个躲在蜘蛛装里的调皮鬼！快逃吧，小猫咪们！喂，网子！可恶，我们被困住了！小丽，带着起重机过来，我们需要你把棉花软糖蜘蛛网上的大蜘蛛弄下来。不是真的蜘蛛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吓呆了。哦，是玉米糖果，我一定要吃。糟糕，我的糖，不要！哦，莱德，谢谢你，你跟狗狗们这么辛苦地救了我们的万圣节派对。不客气，要是没有糖果的时候，绝招就是大声呼救。我的高帽子要高一点，这是史上最棒最高的帽子。韩丁纳市长，你马上给我停下来！哈，如果你可以弄个母鸡雕像，那我就能雕一个帅帅韩丁纳，全世界最优秀的市长。我，我要打给莱德。那个岩石面被挖出好多石头啊！小丽说的对，那座小山很不稳呢。胡说八道！先等一下，为什么我雕像的耳朵像猫咪耳朵那样尖尖的？哈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把它搞定。千万不能叫猫咪做市长的工作。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，我要找支援来。毛毛、阿奇、鹿马、灰灰。快过来帮忙！哈哈，现在你的耳朵跟我一样完美了，完成！不！哈哈哈哈！哦！糟糕，他往冒险湾的方向滚过去了！哇！天天。我要把这块逃跑的石头引到海湾去，
帮我找去码头的路。水道街是安全的。抓紧，市长，我拉你上岸。都白费了，现在只有鱼看得到了。